你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一定没有找到紫薇啊！怎么办？我不能就这样坐着等他吧，这样会疯掉的。我自己去找他。哎，你要去哪里找？我从东四大街开始，一条街一条街去找，我可以挨家挨户的去敲门，总会有人看见他吧。我找一家是一家。哎，你跟我一起去找他吧。 不好，我们不要一个找一个，搞不好大家都走散了。我有找人的经验。你上次离开了皇宫，被那个骑射老板给扣住。我们也是挨家挨户的找，还是不得要领。我想紫薇一定是被坏人给扣住了，除非有眼线知道她的下落，否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还是听萧剑的话，等一等再说吧。即使要去找，也要等他们回来，大家研究一个计划。 说不定他们已经找到紫薇，正在回来的路上。如果紫薇碰到一个像杜老板那样又坏又会武功的人，他就完蛋了。上次你们找不到我，我还是自己逃出来的。紫薇眼睛看不见的，他又要逃也逃不出去啊！不行，我得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。可是。 我到哪儿救他呢？我一想到，心里就像烧了火一样，我不能等啊！可是我们除了等，没有第二条路了。我们先不要做最坏的打算，也许紫薇碰到什么奇遇，说不定有什么好心的人把她收留了。会吗？可是，如果有好心人把她收留下来。 他怎么不跟我们联系呢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他肯定有麻烦。永琪，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？尔康骂我的话，句句都是对的。紫薇已经这样了，我应该跟他一样的痛苦。 一样的难过，可是我呢，居然会去下棋。你说我是不是脑袋里面少根筋啊？我是不是没有心没有感情？我恨死我自己了！咬死你！你干什么干什么？赶快松口啊！哎呦，哪有人自己咬自己的？ 我是人吗？我根本就不是人。如果我是人的话，我怎么会把紫薇弄丢了呢？我根本就是猪狗。不，猪狗还是有感情，我连猪狗都不如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自责了。我知道你后悔的不得了，也知道你痛苦的不得了。可是你这样伤害自己，绝对帮助不了紫薇啊。如果你心里很难过，我们就想方法去弥补。 等到紫薇回来以后，你去向她忏悔，向她道歉。她需要我们的地方还很多，我们用以后的人生，一辈子陪着她，一辈子帮助她，好不好？哪里还有一辈子？如果找不到紫薇，我跟谁去道歉呢？如果找到了紫薇。 尔康也不会允许我接近紫薇了。不会的，我们一定可以找到紫薇的。我相信京城所至，今时未开，上苍会了解我们的真诚，不会把我们赶尽杀绝的。至于尔康，他现在已经快崩溃了。 说什么话都不能够跟他认真了。只要找到紫薇，他就会跟着活过来。永琪，我的头好痛，我的心也好痛。如果现在能找到紫薇，让我受什么苦都可以。我宁可被十万只蚂蚁咬也可以，被一万条毒蛇咬也可以，用我的眼睛去换紫薇的眼睛，让我立刻瞎掉也可以。
让我断手断脚也可以，让我变成聋子跟哑巴也可以啊。嘘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心里的感觉我都知道。不要再说这么毒的话，不要再诅咒自己。子文会逢凶化吉，让我们抱着希望吧。永琪，我这么坏，你还要我吗？我要，好的你，坏的你，淘气的你，闯祸的你，可爱的你，可恨的你，我都要。